再不把自己威力打出来的话，可能很难压制住对手。摆拳，这一吸引有效果。 哦，这个漂亮迎击顶膝，那就哦，看这两拳，刘策马上反击，是要孤注一掷啊，输出进攻啊，因为他再不这样选择的话，就没有对稳输就没有胜的盘面了。对，我们摆拳，前手平勾，刘策前手平勾顶膝。